然我们是双胞胎，可是我们一点都不像，就要会演，要会唱，要会主持，因为知道自己只会做音乐。这么多年来，很多 K 歌、很多好歌都是出自于你们的。当然了呢，我们就把最好的给他了。他哭咯，就是我要的幸福，唱到哭。人家给你机会是人情，不给你机会是道理。李玮松和你零距离，星期日晚10点 ，Astro AEC。